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虾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烟花笑颜模拟器。你知道今天小西在这里干嘛吗？小西推了一头猪。小西用轮椅推了一头受伤的猪。然后呢，我们坐在这里吃东西。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坐那个位置啊？你坐那个位置，咱们家的猪坐哪里啊？哎呀，放不进去了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等会，把它推进去一点吧。太不好控制了。不行，这样子太过分了，我们太过分了。为什么推不了了？我感觉这头猪猪好可怜啊，看着我们吃它的同类。好了，我坐在这边吧。开动。天哪，我们太可怕了吧。怎么小精灵，帅哥小精灵吃这么多，又吃奶酪，又吃烤肉和烤蔬菜。这边是烤排骨，小西这边呢就是猪肉山。可是咱们真的好意思吗？让一头受伤的猪看着我们在这里吃这个烤肉。烤肉山是吧？走，这头猪好可怜啊，他说我们不是人，是真的狗。好残忍啊，发现我们。好吧，开动了。真香。太残忍了。这头猪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啊。好了，那咱们今天视频就玩到这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